薇的表演，谢谢。特别想问问各位老师，跟两位演员合作是什么感受？我真的以他们为骄傲，两个演得真好。我看到尤其是凯琪，他进步真的非常大，因为其实他每一个字都是要用英文来拼音的，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这一次就好像有一点点对不起你，因为你的戏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发挥。小琴演得很好，因为他的角色是在整个戏里面焦点不在他身上，可是如果他把那个小细微的那个戏能抓住，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点。做到了，做到了，谢谢老师。首先我真的很幸运，我如愿演到了算是反派的角色。红姐她一直有在很凶，没有没有，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的跟我说很多很多细节上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学到了很多，非常感谢。就台词真的太多了，我觉得就是尽我所能，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更好。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是要被逼的，所以希望就是下一次我会更进步，谢谢。一定会更好，我知道你一定行，一定行。怎么说呢？因为我只拍过两次电视剧，像这种情况的，我第一次去拍电视的时候，其实我看哪儿我都不知道，因为电视台里面的摄影机是有上面有灯的嘛。对对，无线电视台是用传统那种，跟现在情况差不多嘛。现在就可能他们也可能也会把它录传录。我当初拍的时候就是，所有演员都不看我，因为他们自己找镜头。那小周，对你有一个难度，但我提醒你一下，如果有这种长镜头的情况之下呢，因为人家在演的时候，你在旁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拍到你，其实你一直演的时候是很累的。有一个技巧就是你不能去犹豫，你要用心听着对方的词儿，然后表情上要做出来，因为你没有表情拍到你就傻乎乎坐那里站那里看拍戏。我真的我想跟替他说一句话，是因为这一次是第二遍是突然有那么多，他都说有一点紧张。其实他一直一来彩排的时候，我说你必须要在后面做所有的反应。这一遍我没看到，可是上一遍他是完全有做到的。做漏了，紧张，太紧张，跟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没事没事，不用对不起的。其实我对这种拍法的戏，其实我没有什么去评论的。我也知道时间很短，我相信像少雄哥，你们在电视台这种场景的拍法，拍过多少场戏啊？每个人都拍过上千场了吧？我看一千都不止啊。不止。小琪这次没有来错，这做得很好。我下一次就一定选现代戏了。你不会的，你不会的，你一定要挑战自己。对，只是现在他们今天晚上就跟50年前 TVB 拍的一样，就是一场戏由头到尾都没有的 NG 的。如果最后的演员说话，他 NG 的就由头再来，错了就从头开始来，因为以前的机器没有这么发达嘛。所以他们很厉害。首先聊聊海琪，你演古装的造型就确实跟时装不一样，有点异国风情。但是海琪也是很尽心尽力去把台词啊，把情绪发出来，因为这里行的宫斗剧，观众就爱这个疯疯癫癫的一些。很狂的、狂野的一些演出嘛，反派小周吧，因为我们跑关龙套的人，如果遇到这些小的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更不聪明的，因为他们都是聪明，你的装扮也是没那么惊艳，你就顺着怎么蠢怎么来。你的宫女跟别人不一样，没有那么讨喜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往。往低处
你觉得他没有那么讨喜。嗯，对呀、啊，他的角色他是比他更坏的。我懂你意思啊，红姐。所以一个蠢人呢、啊，特别的一个翻转就是他的厉害。我觉得很多蠢往蠢的方面去表达。不行，今天我调教他的是根据宫心计的戏来调教。如果他演了你的那个，他都错了。所以我不认同。我当然要表达一些不同意见。没事没事，你表达，我解释一下。是，如果他演了你那个蠢的那个，就不对了。就跟原剧本就有差异了。对对对。所以他的角色很重要的，因为他是出卖他。那就模仿原剧本就好了，就贴上去就一模一样。对不起啊，反驳了你，对不起。小周啊。这在今天的表现呢，我觉得您那个毒啊，这里啊，这个心里的毒啊不够分量，逼出来了已经，哎，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说呢，聆听不用心，慎防意外生，就是心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台下有两位监制。有发出红白卡的权利，你们心目中有没有哪位队员是可以拿红白卡的？这种戏难度非常高的，因为证据这种东西，你看我们以前有很多戏曲的戏，香港的粤语片古装那种，其实从粤剧开始，这种传统的国剧里面慢慢演变出来，你不可能走路摇摇晃晃，仪态眼神不是有一个标准，让你演个疯子啊什么那种，可能跟现代有点可以挂钩。你是很努力，你没演过，但是在这个戏里面你只是过关而已，就是凯奇。那小周漂漂亮亮，你这个年纪就演这些戏合适的？我觉得还是公平公正，别管我们，真的别管我们。如果以一个戏剧来说，你这个就是排戏的水平嘛，很老实说，你不能拿来真正在一个电视剧来播出的，不可能的。在专业上你认为达标吗？还可以嘛，新人是比我好得多了。对，现在意思有些电视剧里面的水平你们是算达标的，某些，但我们不能比烂嘛，对不对？你要去比他原来那个戏啊，那你有超越原来那个戏吗？没有。我还没看过，我不是完全没看了，因为我妈妈每一集都看的，我都陪着她看的。所以我直接说了，就是在你们两位，真不好意思啊，在现在这个，如果在画面上一个专业的水平来讲是不行的。我后面我觉得应该很多机会，希望你如果再有古装的时候，那你可能要针对他古装的有一些前辈在这个地方要问他们的很多东西要学。其实说实在的，你说我要不要拉票了，从刚才彩排看到他们刚才演出，实在是比刚才好太多了。所以如果你问我有没有比前人演的好，没有。我觉得是只给了一个机会他吸收 OK， 所以对我来说赢输无所谓，尽了力就好了。我想给那个白可凯奇，对，我鼓励他这个造型跟他的没碰过的领域，我想鼓励你一下哈。谢谢你。哎，真是好痛，鼓励我。小宝，不要犹豫了。